下一个加油站不晓得在哪边，所以一定先加满再说。那我们接下去的地方是动。吉普沙龙，蓝色冰的时候特别漂亮。你说这冰块是怎样的冰块？千年冰块啊！对，你说这一小块一小块都是千年冰块。你看这个洞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哇！这太漂亮了！你看，你看，超奇妙，它好像是浮空的。现在准备要去做冰冻建筑，然后我们只先在这里做一下休息而已。跑步带沙僧，快点，要出发了！这一台可以坐十二个人哦。上车，上车！车全部坐这边，我真的是多灾多难。手机也 OK， 光线够。
苏尔丹洞的行程，里面真是超漂亮的。哎，他最有名的羊肉热狗，对啊，羊肉650 ，coffee 是300的便宜。多远的路？200公里了吧？从最远不止，去就100多，回来要200。200多，好累，我现在眼睛快瞎了。等一下啊！耶，晚上来了。他等下换谁开车呢？换刚刚睡觉的人，他们一上车就睡到底。妈逼！尽管住的地方还不算差，四个人睡。空间很大，还有个厨房，然后呢，洗手间在这里，然后在洗澡，大概就这样子，很简单。我们要遇到了，至于是哪一间，我等一下再公布。要不要订？叫你自己决定。